首先进行的是我们男子健体 B 组的比赛，有请运动员入场。介绍运动员，18号，来自向彪，来自装置队。有请19号，孟波，来自江苏常州。有请22号唐子晴，来自江苏湛江。有请23号蓝大鹏。有请27号林霞，来自天津。有请28号李云翔，来自深圳。有请29号白军，来自广东深圳。有请30号韩冰，来自珠海。
的，有请我们场上队员集体走向我们的前侧，站成一横。好的，面向裁判自然站立。好的，运动员听口令，面向裁判自然站立，保持间距。对，好。好，今天听口令，请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好，请再次向后转体，面向裁判。集体向舞台后侧退出。好，运动员再次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再次向后转，面向裁判。好的，有请我们场上运动员集体向舞台的后侧退三步。好的，接下来宣布是我们获得本轮优秀奖的选手。获得优秀奖的是18号陈向彪，有请来到舞台前侧。好了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赵淑婷女士为我们获奖一员颁奖，有请。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同时也谢谢我们获奖运动员，请获奖运动员先行退场。好的，有请我们场上运动员集体走向舞台的前侧，站成一横排。同时也恭喜我们场上运动员进到我们接下来决赛的环节。好，运动员面向裁判自然站立。好，有点听口令，请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再次向后转体，面向裁判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场上运动员进行两边的左右两边的交换站位。好，面向裁判自然站立。好，有点保持自然站立。有点听口令，
体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好，请再次向后转体，面向裁判。好，有请我们场上运动员左右两边再次交换站位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好，有点保持自然站立，面向裁判。有点听口令，请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从再次向后转体，面向裁判。好，运动员集体向舞台的后侧退三步。有请26号、27号、21号、30号。运动员再次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
再次向后转体，面向裁判。请再次向后转体，背向裁判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玉莲精彩的展示，有请玉莲站回原位。好，有请场上玉莲集体向舞台后侧退三步。好了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孙志刚先生为我们获奖运动员颁奖，有请。